후 호이포이 호이포이 快来订阅吧 碰碰虎 故事剧场 超级救助队 超级救助队 勇敢的超级救助队 也有危险发生 不管哪里马上出动 大声地喊叫 我们是谁 超级救助队 危险是帮助市民，警车勇敢灭火，消防车把病人送到医院，救护车飞在高空直升飞机，勇敢的超级救助队，超级力量，力量升级，一起齐心合力。 任务圆满完成，太棒了！但是这一地的垃圾，这里怎么这么乱呢？垃圾车去哪儿了？它以前都是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呀。今天由我们来清理吧，我们可是保护小镇的超级救助队呀。不，我们应该去找垃圾车，去问问火车怎么样。把这里打扫干净。去问问火车。 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把这里打扫干净。这里的垃圾也太多了。就算一直清，也清不完啊。喂，这里是消防局，请帮帮忙，着火了！消防车出动！有边，走走走走走边。 消防车来了，消防车去灭大火，头盔，这里，水弹，好了，冲过去，啦啦啦啦，嘿嘿，啦啦啦啦，嘿嘿，啦啦啦啦，嘿嘿，冲过去，成功。喂，这里是消防局，请帮帮忙，我朋友危险，消防车出动。消防车走了，怎样才能清理完呢？我们需要垃圾车来帮忙，我们去找他吧。说的没错。我们该走哪条路呢？也许他在打扫村庄，也许他在打扫工地。你的选择是什么？也许他在打扫村庄。垃圾车，垃圾车，你在哪儿？我们需要你的帮忙。有案情，有案情。警车出动。你被逮捕了！来啦来啦，勇敢的警车，哟哟一吼，哟哟一嘿，哟哟一吼吼，哟哟一嘿。哦不，警车也走了，我该怎么才能找到垃圾车呢？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大家喜欢碰碰虎视频吗？
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、哦。